印象乍现，天地裂开，散落在历史洪流中的哈嘎之光，召唤着黑皮与皮下组织。在这趟哈嘎岭大迁徙的漫漫旅途中，艺术被创造，世界被连结，历史被推动。究竟这会是趟怎么样的冒险呢？欢迎各位武林中人来到客客客棧，客客客棧，一探究竟。